秀中文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春。说一样也不太一样，说不一样呢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。街头，我特别喜欢在巴黎街头，就是喝咖啡啊，或者是坐一下什么的，是因为就是本来这个时间就是天气会比较好，再加上就是我喜欢看一些巴黎街头的男人女人的一些穿着，因为他们会打扮得非常精致，然后感觉很舒服，所以我特别喜欢在巴黎街头就是转一转。其实这一次的整个拍摄是我以往好像没有尝试过的，像有一些比较彩色的蛋糕啊，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是在浴缸里面拍的，然后呢周围有很多很好看很精致的小的甜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在应该是在楼下，然后有一个蛋糕的奶油是在吃蛋糕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奶油在嘴角的那个，那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。但第一次合作是在那个我在戛纳的时候，能把整个气氛都带得特别特别嗨，跟这个团队合作非常的开心。没有特别准确的计划，但是我已经开始构思了。我在过完春节的时候有去纽约，也见了一些就是跟音乐相关的一些人，有一些朋友，然后呢我自己去看了一些剧和一些博物馆，感受其实也是在对新的音乐作品上有一个构思。